大家好，現在時間已經是12月19號的凌晨12點正了。我們現在身處的就是大澳，大家看到後面就是大澳碼頭。我們跟著盧永樂醫生呢已經來到這裡，我們即將就會去大會的支持站和楊侯古廟。去到那裡的時候，我們再為你去直播啦。 BBC 記者連家軒在大澳為你直播。